大家好，我呢班飞船嘅船长汪真，欢迎乘搭本班由地球直航到浏览与物之星嘅航班。本航班将会使用无人驾驶系统 Siri， 船上一切大小事务都会交由我哋负责。如果大家有咩需要，可以随时揾我。温馨提示：你唔记得讲我啊？啊，系我隔篱呢一位咧，就是我哋副船长汪可怡。温馨提示：当我哋进入光速飞行模式嘅时间，将不能使用任何通讯设备。祝各位旅途愉快。家姐家姐，老豆打嚟啊！喂，汪龙先生，揾边位啊？打嚟做咩啊？爸爸，你喺流星点啊？系咪真系你讲到咁正噶？放心啦，我已经准备好晒啦。话时话，你哋两个上船未啊？上咗啦，我哋准备好啦。爸爸，现身于乌托邦好吗？知否常人仍够吗？想知道。现身于黑暗中，望见光再次浮动，将飞奔往美丽逃出去。光辉岁月再可见，破烂四处砖瓦现金重塑。我哋真系可以翻去以前咁嘅生活。看地球如今仿似木偶般失望透，唯愿共你重构那美好光景。忘掉对错，盼望那乐园能令你我往满星中彩月心惊叹。今我愿不需怕力欠，将再见。流星系咪好靓噶？啊，系咪有食极都食唔完嘅好嘢食噶？嗱，有日本嘢啦，有泰国嘢，仲有西餐、单子啊，有过山车，有摩天轮，仲有旋转木马添，你哋两个最中意嘅。去流星一定好开心啦。系啊，我哋可以过一个好似天堂咁嘅生活。爸爸，讲多点乌托邦好吗？想走到那国邦再租一面。似月球如星般照亮众生，不用怕，唯愿共你同闯，见各处发光。
正副船长，架船就交俾你哋管理啦。为咗更好嘅未来，啱啊！好啦好啦，真系唔讲啦，要起飞啦，我哋留声见啦。家姐，家姐，你望下嗰边。